今天先恭喜我们的队伍大比分取得胜利。我们今天比赛的主要目的就是考察新来的队员，今天他们也达到了我想要的目的。因为6-0战胜对手，所以也很难仔细去分析一些东西，但是我今天十分开心，因为我看到了这些新来队员的表现，也达到了我对他们的一些要求。